月经期女性应该注意的事项主要是合理的膳食、清淡饮食，不要贪油腻，不要贪辛辣。另外一个就是比较规律的作息时间，还有工作压力和心情，工作舒缓一点，心情轻松一点。还有一个就是说要勤换那个卫生巾，还有不要有性生活。月经期是个女性比较重要的一个时期，这个时候如果自己身体不适，或者是采取就是保护不当、注意不到，这样会容易诱发盆腔炎，甚至比如说导致以后不太容易生育啊，或者容易流产，这些原因都是有可能。